上交件，这个辣椒酱19.90块2瓶啊，给你们倒出来看一下。这个辣椒酱啊，它不属于特辣啊，反正但是也挺辣的啊，也辣着呢。然后我配点米饭吃啊，配点米饭，这样我刚才尝一下，特别好吃。可以配那个稀饭啊，倒出来是这样子的啊，19.90是2瓶。每瓶是280克啊。